个七连拍的部分，两位表现都非常好，但是因为后来这个答题抢答是鸡排妹猜拳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鸡排妹稍微占了上风，所以呢，掌声给我们今天最萌的盟主鸡排妹。刚刚呢非常紧张刺激的两个 PK 赛之后呢，现在马上整那个摄影大哥说叫我离开一点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还要拍独照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现场还有机会，马上呢要来进行电子媒体联访。是的，那我们现在请呢电子媒体需要的话呢，可以准备上台来做拍摄。对，我们可以从这个舞台前的阶梯呢，先到舞台上来进行电子媒体联访的部分。那其他的媒体朋友呢，也不要急，或是其他有带相机的朋友，待会呢，我们 Neneco 跟金牌妹两位都会到女仆咖啡区，会让大家好好拍一个够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在原地拍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要不要往前？有没有想要到台上来拍的，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害羞，可以到前面来，或者是呢，如果想要请这个我们的 Neneco 跟金牌妹稍微贴我们的背板照相，都是可以的。想要补拍画面的话。好，那我们先在原地做拍摄好了，好不好？就两位一起，然后等一下要拍个别独照的话呢，两位都还会去女仆咖啡区，所以所有的媒体等一下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移动到那边，分别做访问都是 OK 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鸡排妹伊莉，还有我们的 Neneco， 请现场的媒体朋友赶快把握呢，现在可以拍照的机会。当然，很重要的是今天晚上、明天。在各个媒体可以曝光的地方帮我们大力的做宣传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如果说呢，舞台上面的照片拍完之后呢，因为等一下我们Neneco 跟鸡排妹都会移动到别的区域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别的区多帮我们拍几张照，多多帮我们曝光一下。是的，那我想呢，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跟我们一样呢，都非常期待2012 Animes 动漫季呢，真的正式开始了。今年呢，我们特别呢是扩大来举办，有两天的时间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玩得非常的过瘾。对的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就是除了开放让大家来拍照之外呢，待会我们的舞台区就要来进行有奖征答，同时今天有非常多的 coser 就来到现场，你们的打扮，我们从12点就准备要来进行 coser 大比拼，所以大家呢，待会的时间可以好好来准备一下咯，因为差不多剩下10分钟左右而已。是的，那我想呢，现在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动漫迷拍得好开心。对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就先谢谢我们的鸡排妹还有 Neneco， 然后两位呢，待会还要去别的地方再协助大家拍照，谢谢。等一下呢，其实在我们的女仆咖啡，两位，谢谢，两位都还会过去，所以。